获得永恒的生命，求你大发慈悲俯听我们的祈祷，降服这些即将抹在我们头上的这些灰烬，使我们承认我们原来是灰土，将来还要归于灰土，就是你要悔改信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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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悔改信主。大家好，我是江佑仲神父。四旬期开始了，这是一个悔改和补赎的时期。在这时期的第一天，我们借着圣灰礼仪审查我们是不是一直执着于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世俗事物，以及是否忽视了基督赋予我们的信仰义务。对我们来说，信仰义务是向世界宣布基督的福音，特别是以基督的名义向贫穷被疏远的地区分享爱，或者向有纷争和矛盾的地区传达和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应履行的义务。因此，我想介绍关于这种生活的一位人物和他留下的歌曲。他是属于韩国慈幼会的李泰熙神父，他身为医生兼神父，在非洲南苏丹的通济照顾因麻风病饱受痛苦的人们，为许多无法正常接受教育的孩子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为了消除部族之间的争斗，让孩子们拿起乐器代替武器，送去了和平的旋律。李泰熙神父热情地进行了传教活动，最终因癌症离开了人世。他的努力给通济带来了变化，特别是多数年轻人考上了医科大学，为了成长为将来对故乡有帮助的人物，正在努力生活。这样的神父生前留下了一首歌曲，歌名是《梦想》，反映了李神父在不易的世界里也一直给予爱生活的意志。那我们一起听今天的歌曲《梦想》，愿天主降福大家。십자가 앞에 꿇어 죽게 물었네 오오오오 추위와 굶주림에 시달리는 이들 총뿌리 앞에서 피를 흘리며 죽어가는 이 당신은 보고만 있냐고 눈물을 흘리면서 주께 물었네 세상엔 죄인들과 다친 감옥이 있어야만 하고 인간은 고통 속에서 번민해야 하느냐고 조
침묵 속에서 주님 말씀하셨지. 사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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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오직 서로 사랑하라고. 난 영원히 기도하리라 세계 평화 위해 난 사랑하리라 내 모든 것 바쳐 난 영원히 기도하리라 세계 평화 위해 난 사랑하리라 내 모든 것 바쳐 난 영원히 기도하리라 세계 평화 위해 난 사랑하리라